你脑海中的纯白是什么样的？是朵朵白云，还是片片雪花？是冬日里的满目皎洁，还是雪落时的阵阵银光？有关于冬天，我能想到的一切，是去新疆邂逅一次奇遇，在冰山脚下捧起一汪清泉，在白雪半山处跟随雪板飞旋，在浩瀚星空下把酒言欢，彻夜无眠，冲进梦幻纯净的冰雪和睦，找寻童年，听一场落雪的声音，做一次心驰神往的马拉雪橇，看冰雪飞扬，听笑声爽朗。把林海雪原看进眼里，把暖阳高挂记在心里，用这里的温暖去充斥体内所有细胞，把新疆的温度印作生命里最炙热的记忆。